这舌头尖。都给他整了一些，多点吃。吃完一，你别整了，我带你看，我不吃。赶紧选出来完事儿了。这玩意儿就是没有人参好看哈，那是，这玩意儿跟大胡萝卜似的。稍微多点就行。几颗？二四六七颗。大胡干了的，掉水了，够剩的了。大胡萝卜没有太多的须子哈，这样的适合出。但是这一切片啊，切片的能切多些片啊？这可出片了，这一颗的话能出老些片了。没有须子，全是片哈。嗯。各种形的了，这是小的了，这得是十多颗一，十颗吧，十颗一斤的。你看这几个这小玩意儿哈，两色，才六两三。这五块，这都这样型的。啊，它就是短小身大，你看人参，这是人参。人参就好看了哈。人参就好看了，主要人家会长呗，会长才能卖上好价。看这一个都二两多。啊。二两一，这个二两二，都是二两往上的。这个的话就是人参了啊。二两。看人参。平均一颗的话就是二两左右，二两，三颗六两二，嗯，四颗八两，四颗，再来一颗，一斤，五颗，嗯，五颗就一斤，五颗一点，嗯，五颗正好就一斤了。